当一个男生很喜欢很喜欢你的时候，是很少有那种可以让他们一瞬间就放弃的情况。想到的一个只有 Harry Moss 吧。那大部分男生的放弃都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。就比如说他在看这条视频的时候，他可能已经想放弃你很多次了。会有很多女生觉得说，男生为什么总是能瞬间就变心呢？其实不是的，他们放弃你之前已经默默地付出了非常长的时间，包容你的小脾气啊，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回应。这种不平等的待遇，他们点一点一点觉得死心。下一次当一个男生放弃你的时候，想一想到底做了什么，没做什么。没有人的付出是不求回报的。